河东其实到了，我东西。
这怎么还是有这个东西？那你都知道个项目上感觉更多还是在 PM 跟设计那边给管了，就很多信息啊都被那边都阉割了。
在上海不也没拍过。到了一楼的那个食堂，那不是主要的地方吗？
再去。
随便你们，你们想几个人拍就几个人拍。拍吧，快点，要不要拍？拍，你跑什么啦？告诉我们。
门口就有。
丁。